现在在育龄年纪啊，她是单身女啊，我大可以认为是她用自己身上啊，并没有提到陈昭资委员是为了要个人使用才来推代孕。几位性平会的委员，凭什么否决八成民意？凭什么用个人的意识形态来扼杀不孕病人的这个一线生机？哈。觉得他还是用权力实现个人利益啊，因为他现在在育龄年纪啊，他是单身女啊，他可以，我可以说，我大可以认为是他用自己身上啊，好，那我自己是不能用啊，那其实我的版本也都支持了，并没有提到陈昭资委员是为了要个人使用才来推代孕，所以陈委员不需要对号入座，更不用反应过度。我的本意还是希望跟陈委员来沟通。不是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心理变态，更不是被害妄想症的女权主义。一直在针对这些意见开专家的会议，那我们会议期会在11月底以前会送到行政院。